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张雨曦登场。边哎，太久了是不是？先开喝了杯子。太久了。好，来来哦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张雨曦。看到你的脸都很满足哎，我很喜欢你哈，谢谢。粉丝专业，粉丝专业。TOKKI Talking Talking Walkie Talkie 的 Talking 是不是 Talking 日文的。好好好，你是不是喝的有一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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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跟大家说说话吧，今天大家来玩的开心。现在肚子好饿哦。你肚子好饿哦。为了在舞台上面跟大家来呈现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对，雨曦。雨欣一个斜线，然后 T O K K I， 谢谢这位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话吧。沉浸在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下面一位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25位的女生的最后面一位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小芝麻沈七七登场。哇，哎，我站在你旁边很舒服哎，刚刚所有的出来的我都哦很舒服。好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七七。实体的活动跟大家见面，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七七，掌声尖叫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为各位加码一位我们的小珍珍，是我们的直播主持人，为大家介绍小珍珍。嗨，我们 JK 的粉丝大家好。嗨，我是元气小珍珍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如果看到这个镜头，可以跟我问声好吗？嗨，好像都只有左边的朋友有声音，左边摇过去的朋友嗨，右边摇过去的朋友嗨，右边的声音有一点小声，你对于25位女神的爱在哪里？这个香港名字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很咖喱啊 ！OK， 谢谢。好，你没有 Facebook 那个 fan page？ 我的粉丝团叫 Face 陈洁仪，谢谢支持。谢谢支持。好，那跟我们今天来玩的各位朋友讲讲话，希望大家今天玩的怎么样啊？尽力玩，用力玩啊，或是你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？好，他阿云，那你用广东话跟我们讲好不好？是在台湾参加这些活动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一点。好，尖叫声！好，谢谢，谢谢 Tracy， 我们一定会好好支持的。好，可以叫宝宝，可以叫宝宝，也可以叫吉宝，也可以叫吉宝宝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只是把它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好，粉丝专业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啊，没有粉丝专业，你没有粉丝专业。你今天哎呀，大家你看，大家都是个人的猛龙出动的感觉，哎，个人的个
你今天创个粉丝专页，你跟大家讲，你回去就至少会有，对不对？一千以上的。对，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现场有一千人嘛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个人也可以跟大家讲，都可以，看你。个人叫吉宝。就两个字，吉宝。好 ，OK， 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的吉宝，好不好？来跟我们今天来的会员讲讲话吧，来跟我们的会员讲讲话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大家好，希望大家今天大家玩得开心，要多喝一点哦。好，谢谢吉宝，谢谢。我想虽然每位女神她都是讲了差不多的话，但是每个人讲出来感觉不一样，你们就是要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看干嘛呢？好了，我的粉丝专页是英文的潘潘加中文的潘潘，就 P A N P A N， 很久了，哦、是吧？大概七年多吧。七年多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那我跟我们大家讲讲话吧。所有的朋友。对，谢谢你们出席，然后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好，我们谢谢潘潘，谢谢。好，下面一位为各位欢迎到的是我们的，哎，刚练习过了哦。狗狗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GOGO 狗狗。GOGO， 那粉丝专业呢？粉丝专业是这样，就是 GOGO， 前面是英文的 GOGO， 后面中文的狗狗。中间要空格吗？不用空格。哦，好，那跟我们大家说说话吧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。大家可以再给我一个大声一点的狼嚎声吗？狼嚎是我刚才那种。狼嚎是嗷。好，一二三啊，一二三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 ，Go Go Go Go， 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位为各位欢迎到的是我们的，刚刚念错，现在不要再念错了，确认一次，云对不对？夏云婷，掌声欢迎夏云婷。叫你不要紧张，你有紧张吗？还好，还好。你说粉丝专业跟大家报告。粉丝专业是 Bambi B A M B I， 然后夏云婷。B A M B I， 然后夏天的夏，我姓夏。夏天的夏。夏云婷。云是一个这个竹字头，在一个均匀的云。对。婷是女字旁的婷。好，那也跟我们会员朋友来讲讲今天的活动。我下礼拜就要去英国念书了，很开心可以在这边看到大家。在台湾最后一个工作。真的、哦、哇，那